走过道路被驱空。游戏开始，玩家每移动一格，脚下的方块就会全部消失，连击眼也不例外。一旦踩空，就会掉进虚空。同时，天上还有不断掉落的巨石，被砸中会直接爆炸。下半边和一涵能否顺利到物资生存下去呢？大喜，敢不敢跟我一起挑战这个低运气偏难度的生存？我们只要找到一颗钛合金，就算胜利。不就是走路变虚空，天上掉巨石吗？有什么不敢的？我可是迷你老玩家了，想跟我掉虚空是不可能的。你看我走啊走。我的脚下怎么空了？但还没开始，老玩家就已经嗝屁了，还不如像我这样站着不动。小伙伴，你太天真了，周围还不断掉落的巨石啊，宝贵卷下一个就是砸中你喽。但你别说了，我都开始后悔了，动了就有虚空，不动又担心被巨石砸死。算了，我还去说大动了吧。哎，我怎么也用不着啊？小妹，你不如学我这样跳着走。想停下，只要卡在两个方块之间就可以了。哎，你别说，跳着走真的能避开消失的地洞，就是没办法注意到天上的巨石。我先蹦到过去树那边。啊，幸好小小的方块没被消除，平安线路小蜈蚣发育了。现在龙石子都变成了技术活，能做出稿子就算高手了。刚好我也直播点，哦耶，拿到了！先把稿子分别为石头，周围都给我踩得坑坑洼洼，换个地方再下矿。哎，这都能被砸死，可恶！你一定很好奇我怎么下矿吧？看好了，先把土块刨开。由左往右位，能挖多深就挖多深，然后跳下去看好位置。刚刚那是错误示范，这回我学聪明了。只有不动时脚下的方块是安全的，那就按着潜行键向下挖。你看，脚下的方块真的能被消除，终于给我挖到矿洞了。看，我小表妹的致富路要开始了。小表妹你太慢了，我都已经挖到黄铜矿了，等找到铁矿就能够挖钛合金了。表姐真厉害，我光是走路活下来就已经很艰难了，挖矿想都不敢想。那当然，也不看看我是……我怎么又被砸死了？嗨，话没说完，表姐就被巨石砸中天灵盖，看来不能快。挖铁矿的兽刃就交给我吧，卡着边边清理到周围的石头。抬头一看，铁矿石到手，这里还有不少黄铜矿，三颗、四颗、五颗全都挖下来，最后一颗太远了，捡不到。看我的几分快大法！好吧，你们就当没看见。小宝贝，这里有水，我们可以利用水流来挖矿。有道理，水流不是方块，说不定能行。嘿，真的没消失，借着水流往前挖。啊，这该死的巨石！ 2000 years later， 经过巫师四口袋，我终于掌握诀窍了。要时刻用方块铺在头顶，避免被巨石砸死。没事的时候别乱动。现在好不容易稳住，先把矿石烧制了。小宝贝，这些巨石还有保存复活点的功能。献上一颗星星就能够重生在这里了。没用的，虚空会让你继续原地口袋。小小的夹缝里随时会掉巨石，所以我和表姐决定分工合作。表姐开路，我来攻顶，一边卡着边边走，这样是最安全的。小宝贝，我终于看到了一个钛合金了。哪呢？跟着快把它挖下来呀！哎呦我去，小宝贝你别推我呀！哎，开心多了，表姐你在下面待着吧，我来挖钛合金。感动啊，终于完成任务了。史上最简单的低运气生存，我都数不清自己口袋了多少次。建议伙伴们不要轻易尝试。